文差、武差是于出阵时列队于刑具爷后方，对主神所下的命令执行接令与传令任务的差爷。一般来说，文差上淡妆，着素色长袍，手持羽扇与令旗，负责接令；武差则着虎纹上衣，手执三叉天戟，负责传令。而高雄地月殿及圣堂八家将的特别之处又在哪里呢？有请露露来为我们解说。及圣堂八家将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的礼府大神是领有玉帝亲赐的皇令，那这个皇令呢是要派任礼府大神他去行医济世，所以他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当我们看到地狱殿的文武差他在出阵的时候，文差也会高举令旗，避免令旗有扫到地板这样子的动作。也因为领有玉帝亲赐的皇令，所以极圣堂的八家将呢，他在经过天宫庙的时候，不像其他的家将团是需要偃旗息鼓羽扇遮面快速通过的，反而是需要停下来参拜的。